所以今天我想跟许郎比比腕力，也想看看我这未来夫君到底能否为我顶起一片天。阿娇，你别难为他呀。是啊。那我就让他一只手，若是许郎两只手腕扳赢了我一只，那这关便算他过。许榜眼，千万不能让他看清了你呀、啊！是是啊，许榜眼，这可不能怂啊！办他！哎，对对对，不，不合适。阿娇，合适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个男子，我们还是各出一只手比较好。你确定？卿家虽只是一介书生，不擅长舞枪弄棒，但平时多多少少还是会锻炼些身体的。诸位放心，卿家自有分寸。我们还是尊重一下阿娇的意见吧。用力啊！对，用力啊！用力呀！用力，用力！哎呀！虽说夫为天，妻为地，哎，可那都是老话了。阿娇丫头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她夫妻二人，一个文，一个武，彼此调和，甚是般配呀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甚是相配，甚是相配呀、啊。